我的秘书呢，因为家里有事，临时请辞了。这不，听闻嫂子精通三国语言，还想请嫂子过来帮个忙。今天感谢你们全家对我们夫妻的热情款待，过得很愉快。沈大哥，你这说的什么话？我们本就是一家人。哦，对了，其实还有件事，想请你跟嫂子一起商议一下。哦，什么事？你尽管说。北新港刚开始国际竞标，这少不了跟外国人接洽。我的秘书呢，因为家里有事，临时请辞了。这不，听闻嫂子精通三国语言，还想请嫂子过来帮个忙。啊，这……沈大哥，你不会还在意我之前的冒犯吧？北辰，你误会了。之前的事情，咱们兄弟俩不都解释清楚了吗？我完全能理解你当时的心情，只不过韩军平时生性爱自由，不爱拘束，做一个秘书需要小心谨慎，我担心他不能胜任你的工作。若非时间紧迫，我也不会贸然请求。既要通晓外语，又能让我信得过的，除了嫂子，我实在找不到第二个人选。这没关系的，燕青，既然萧副司令都开口了，我反正平时也很清闲，去帮忙没有问题的。啊，好，这样的话那就太好了。不过在上班之前，我可有几个小要求，希望您能理解。那是自然，你说。首先呢，我每天早上既要练晨功，又要照顾小客，所以我希望上班时间能够自由一些。当然，还有吗？还有，我初来乍到，对东大营的业务肯定是不熟悉的。那我要是犯了什么错，你不许发脾气，不许骂人，更不许跟燕青打小报告。这我哪敢？还有吗？我可不能白给你干活，工资就算了，但是你得给燕青独家新闻。怎么样，用工作换独家，这个交易你不亏吧？哎，韩军，就算北辰不给我独家新闻，我也能通过其他渠道打听到。难道你在怀疑你老公的工作能力吗？哎呀，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凡招标会有什么新的进展，我一定给沈大哥独家报道。好，一言为定啊。那祝我们共事愉快。嗯，那好，明早八点东大营见。哎，这么快就忘记咱们的约定了，说好的上班时间自由的。明日东大营全天恭候。好了，北辰，那我们先走了。嗯啊，再见。